弟弟翁来西归三点三。大家好，我是健的，我是新梅。今日的主题吼，就是参加参加吧。参加吧，对，啊，另外一个讲法吼，嘛是四四卡鱼哦，我较早常常甲参加甲参加吧，甲迄个酒鸡拢分袂清楚哦，啊，简单啦，嘿，酒鸡就是哦做引导的啊，差不多喊你落吼啊，做搞讲笑的啊嘛是做搞演戏的啊，我过年前还没结婚啊，还没生囡啦，迄都是酒鸡，唔是啦。你讲的迄是恁翁舅舅，啊对啊，我讲的是迄舅子，舅子，舅子。哦，在我在我在，哦，这个就是恁阿含面浸了吼，哦，伊就变成翁翁翁主。哦，你讲的是四卡鱼啊嘛，对，四卡鱼啊变翁主。啊，另外一个恁阿浸了去吼，你怎昏倒？会昏倒，昏倒，中中毒，中毒，中爱情的毒，该结婚，就是舅子。好，安尼，你用安尼奇怪怪，你分得清楚。好，咱今来问看嘛，今仔日学生音感分得清楚，四卡鱼啊甲酒鸡的差别。好，下面两位来拍同关。首先，往来队是来七桃队，欢迎。往来四季来七桃，游山玩水真好耍。家丁湾老，我上爱大家做伙来七桃。往来甲丁丸是肾肾肾肾肾六，嘿肾六，但我感觉又真快啊，明星明星，你敢有上过电视？有有哦，啊你是参加什么节目？超级红人榜哦，唱歌，嘿唱歌，哎无简单呐，啊伊无来遮表，哎你来嘿啊，你去表这么唱，你来遮无表的哪里讲？好，安尼请开始。对啊，哎，这声音真好听耶！真好听，哎，跟你唱哎。对啊，对啊，欢迎欢迎。好，安尼四季队是啥物人呢？四季队是孙喜王队，欢迎。王来四季孙喜坐，真济孙喜拢好耍，紧紧手搭来得分，冠军一定是阮的孙喜王。就对啊，咱的王来队有表演哦，做搞的啊，跳舞，跳舞，跳舞，干袂使，可好跳舞？哎，伊要跳舞，伊要跳哦，你用家己家杀出来，对对对，伊要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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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伊要跳，伊要跳，安尼请开始。哇，冷啾啾，哇。规避规避，哇！哎呀，哦！哎，这个够嫩哎！哇！够厉害嘞！哦，上尾迄个吼。真惊着，伊迄号做软骨功哦，软骨功，软骨嘛，软骨功，哦，骨头，骨头，软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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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伊在啊，迄个伫个国外迄饭店就挂表演咯，哦，对啊，对啊，世界有名，欢迎欢迎。
好，那两边拢准备好啊，咱就要开始哦。好，好，第一关是啥物呢？就是往来西归，画看麦。Go， 画看麦，画出甲题目有关系的物件，画出上侪答案的迄堆，提一分。但一个画看麦吼，你有三十秒的时间，哈紧画，哈紧画，哈紧画物件。啊，上重要的是今日诶题目，就是四只脚的物件。嗯，因为四只脚的动物咯。啊，你四个呢，一个人拢有家己爱特别画出来迄个范围。吼，我即摆互恁指示哦，吼。一号你画，你爱画食草的四只脚的动物。好，二号听好哦，你爱画食肉的四只脚的动物。三号，好，你爱画有角的。好，第四位，你爱画乌白色的四只脚的动物。了解吼，啊，等下恁画了，咱会一项一项来看。啊，恁含你的同队的人吼，画同款的动物，安尼敢那算一个积分哦。积分，嘿，三十秒的时间啊，了，时间开始。啊，四号的记得乌白色是一只动物内底有乌色毛白色哦。不是讲有乌的毛白，安尼就算哦。对，乌白拢爱有，爱用有四只脚哦，四只脚哦，四只脚，四只脚，四只脚哦。老紧，愈画愈多，拢老紧。嘿，那看清楚就会使。啊对吼，伊万伊若知影这个行，啊，比如讲，我画四只脚食草，我想着两种，我连在两种拢画。拢画啊，愈画愈多。哎，这嘛是一。好，家庭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就是食草的，食草的四只脚动物，来先看，哦，拢画两只呢。哎，往来对你画什么？兔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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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啊。啊，另外一只较顶悬的是，哈？马，马就是马，一个马。真，伊都是画，伊拢是画伊平常时的生活，马甲兔。哦，贝加桶，伊老姐在掉吼，第三关伊就最厉害伊啦，贝加桶好。好，刚刚这圣公有两行，两行哦。好，咱来看卖，四龟堆，你为什么？嘿，你为乳牛，乳牛，所以就是牛，牛牛，泥牛，泥牛，嘿，啊，第边啊迄只是人还是大象？哈？像啦，像啦，哎、欸，你像的特色是啥物？伊啥物是足长的，足长的。像的片啊，是毋是足长的？是。系啊，我讲我第一遍看像啊，对啊，足长的片啊，对，足短。嗯，好，安尼像诶嘛诶嘛是啦，嘛是两行嘛好食菜，食菜。好，安尼你嘛算讲是有两行物件，牛甲像。好，咱来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是食肉的。你画是啥物？西西西，哇！你看有毛喙齿啊，有啊，去咩？哎，食嘛，西好，西嘛，算讲一个，一个，哎，阿三看咱来四个队，哎，你是喂西，你嘛喂西，哦，你两个西可能大无共所在哦，迄毛草够多，对对对，西，哦，真够最好，那拄好两个嘛拢对，哦，起码拢白手啊，好来第三个是有角的，角的，有角的，有角的，啥物？哎。所以你画的是牛，牛，嗯，牛，牛有角啊，伊迄个角画出来。你是画龟还是画？你画啥？羚羊。羚羊哦。羚羊是啥物？羚羊得走足紧的羊，羚羚羊嘛，哎，速度足紧的羚羊。哎啊，你的羚羊有够高。我问你，你下开尖尖变啥物件？喙手。那也是它的。毛，哦，毛是喙手。好，即马嘛弄几好诶，几行弄几行弄白手啊，白手哦，白手哦，弄起着四分啊。对啊，即马都爱看咱上尾一张最重要诶。好，咱来看卖第四个人就是乌白色诶。好，来，哦，我要袂歹哦，你画一下，画啥物？乳牛、泥牛加啥物？斑马、斑马，嘿，毋是。哦，哎，对啊，对啊，好，哎，你四个拢提现出，哎，往来队拢甲四张拢甲现出来，嘿，一两三四五算五分，对啊，一两三四五项物件，伊意思是讲你的牛甲三号的牛是同款的，嗯，因为有角的物件足多啊，嗯呐，牛呐尔，好，好，咱来看卖四龟队，你为什么？马甲兔啊，马甲兔啊，马，还是斑马吗？
对，马马马马马啊，兔啊，哎，兔啊，其实嘛有乌色个，啊个白色个，对啊对啊。一色哦，你讲灰色个。无，有一挂是真个是乌色个，啊个白色个。白色，嘿。嗯，好，安尼四个对，你来弄好咱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只，所以拄好四个对有加一个动物出来。好，恭喜哦，四个对摕到结婚。哦，大家拢真个画个厉害对啊！好，习惯是虾米呢？就是往来习惯，关注来出题 ，Go！ 关注来出题，影片中有三个问题，请两队抽答，对一题得一分。今日主题都是参加吧嘛，参加吧，所以咱有一个唐太的老师做关注，对，伊要带咱去识识足侪无同款的动物吧。好，那你请看第一个 VCR。大家好，我是唐团老师吴庆杰。细汉时阵，我就真爱四界走，上爱食的牛啊、鸭啊、草莓啊，所有叮当的物件，我拢真爱。我嘛真爱足高跳，常常跳下叫的蛤蟆，伊有四只脚，嘛叫四脚。因常常嘎嘎叫，嘛叫因蛤蟆。那是常常出现咧田内底，就叫田蛤蟆。因的肉食起来敢那鸡肉，是水内底的鸡，就叫伊水鸡。蛤蟆、四脚、水鸡、田蛤蟆，拢是咧叫你。伊来袂甲伊。即马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俗语讲“碰风水鸡抬无肉”，即句话是咧讲人：第一，想散；第二，无眼光；第三，无才调。请大家约看麦。请去答，四鬼堆。第一，受伤。受伤 ，OK， 好。啊，王来堆，受伤。你嘛刚刚是受伤。哦，哎、欸，我问看卖，四鬼堆，你那刚刚是受伤？因为伊讲无吧。哦，无吧，哎，无吧，无吧就受伤对啊。哦，啊，王来堆嘞。嘛是无吧。啊。对，刚刚讲无吧，就是做无吧，就是散啦、啊。对啊，好，咱来看卖正确的答案是啥物？答案是第三，无摘掉。水果拄到危险的时阵，会竖开，把家己变足大个，把人吓惊。但是外表看起来足大个，那是掠起来，其实无啥吧。所以一个人若讲大话、操蛋，讲家己偌厉害，其实无摘掉，就会当讲这个人碰风水果抬无吧。您敢有摇到？是因为伊碰风内底拢空气嘛？啊，我抬你就是要揢你的肉，所以挂开抬开了，我还拢无吧？我嘛是去用骗啦，就代表这个人无在调，操蛋！是好，无彩，这个拢无摕到分数，还阁学着哈。好两题，咱赶紧来看卖第二题是啥物？台湾的蛤蟆大部分较敏感，除非环境保持甲真好。那无无适合掠来吃，这只花虾壳我是外来种，我就甲掠来吃，袂当讲放出去，会影响咱台湾的生态。今麦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观察大部分的蛤蟆，倒一个是唔对的？第二，蛤蟆无目睭皮；第二，伊有鼻孔；第三，伊有细胞。答案是倒一个？您要看麦？请去答。往来对。往来对。拢是这就是唔对的哦，你要讲出错误，唔对的。第二个有鼻孔，所以你感觉伊无鼻孔。好，来四鬼堆。第二嘛是有鼻孔，所以你嘛感觉伊无鼻孔。对，哦，两个拢见无鼻孔。好，阿你还紧来看卖正确的答案是啥物？答案是第一，蛤蟆无目珠皮。蛤蟆有两个目珠皮哦，但是有一个透明的瞬膜，可以免甲目珠皮合起来，嘛会当休困，伫水内底活动。蛤蟆有两个鼻孔，嘛有细胞，依靠皮肤甲细胞穿肺。您敢有摇到？哦，有鼻孔啦，有啦，不过足细，足短啊，伊就只两个孔了尔，伊只有两个孔啊，稍微小块翘出来安尼，所以看不清楚。跳起来，常常拢叫人骗。哎呦，好，第三题，咱赶紧看 VCR。蟾蜍，台语是蟾蜍，
伊甲水果无共的所在是皮肤较干，粗粗一粒一粒。伊的耳仔后壁凸起来，若是拄到危险，才会流白色的毒汁。动物若甲食落会中毒。虽然酒精有毒，但是摸到无要紧，莫甲食落就好。爱记得洗手哦。请问伫传说故事内底，酒精会做虾米代志呢？第一，夹鬼；第二，夹钱；第三，夹耳仔。但是倒一个，请恁又看麦。请记得，四鬼队，第二夹钱，往内堆。第三，夹耳仔，夹耳仔，夹耳仔。好，那麦问四鬼队，为你来紧夹钱？因为我有看到伊抱钱，就伊夹钱抱的。抱的，对。哦，所以你捌看过伊有就是有抱有抱着的钱？钱？你伫倒看到的？册顶管。哦，册顶管。好，啊，往内堆。你来进第三个，拥有的，拥有的。OK， 好，安尼，咱较紧来看卖正确的答案是啥物？答案是第二，夹钱。伫传说内底，有一只姜子精真爱钱，四界夹钱，就是伊。后来好修复，伊就再去出去夹钱，按时夹钱夹转来。借钱甲姜子，是毋是听起来足共的？姜子会夹钱，恁敢有约到？姜子会夹钱哦，无怪真有常常看到迄、那个弄咧安尼。咱常常去餐厅，还是去一寡店，迄柜台咧拿钱的时阵，我看到因柜台边啊顶挂拢有一个姜子。对，夹钱。嘛，不是伊，就是一个鸟啊，日本的，嘿，招财。好，四鬼队阁摕到一分哦，恭喜四鬼队！可鲁啊，你哥，两分哦。四鬼队有两分，王来队爱加油加油哦。俺哥卖放弃，因为后一关有三分的赛题。后一关是啥物呢？就是王来四鬼叠胜盘 ，Go！ 叠胜盘，限时40秒，上只金阁无超过买菜金的迄队赢。那两队拢超过较少的赢迄队会当摕到三分。叠胜盘是王来队唯一个有机会再过拼回来哦。哎，这三分真紧足重要的，所以两边拢爱加油加油。即马15秒的时间，互你看会使摕啥物物件。时间开始，计15秒了。清楚哦，阿无，等下无说你乞巧过就输啊哦。时间到啊！我为遮都看到足贵的物件，我感觉今日的主题题目应该是较贵。系啊，爱注意，卖无说你超过哦。今仔日的题目是，和你讲的啊，1386块。今天算较悬，足悬的呢。无怪遐有足侪物件拢是300以后的物件。1386块，爱算个清楚哦。但一个人差不多爱提偌济，还是你要安怎分拢会使？40秒的时间，开始，起来，你提物件，你无走啦，侬爱走。进来，40秒尔，你会使用倒的倒着迄个数字，不是讲一定爱一项物件尔。对啊，还紧提，还紧提，我要表。加提几项，要夹当来排队。是过走动来。哦，这边提几项嘛，无要紧，一遍会使提足侪项的。啊，提上来就使放他们桌顶，就使开始算哦。你会使哪提哪算。好，对啊，提个少，进来，最后几位啊？要不要提？时间到，好，会使，你揢咧手个头上。哦，这真个足紧张个哦，因为这个数字真个较悬。嗯，好，这是啥物？水鸡，就是哎，四卡鱼，一百二十三块，123块。好，过来，这是啥物？两头，花多少钱？41块，好，这是啥？
千拖，千拖，对，多少钱？六十四块，六十四块，好。地公，地公，地公，钱诶，三十八块，三十八块，八块，好，好，五。起高，起高，个起面，起面，一百三十六块，对，一百三十六块，好，这拍再较歹讲，塑胶笋，塑胶笋，好做，一百六十八块，一百六十八块，哦，有较贵哦，这个票，准票，准票，准票，偌多钱？两百八十八块，两百八十八块，好，再来，米胖，米胖，米胖，哎，好，再来，一百二十一块，对，一百二十一块，好，再来，哦，我是我们在，共腿啊，共腿啊，哇，五十二块，五十二块，好。再来，哎，魔术，嘎嘎，魔术，嘎啦，魔术，嘎啦，五十八块，五十八块，好，五，上尾啊，五，蓝，红啊，乌，红啊，哎，六十九块，六十九块，五。哦，哎，今天是拍算的哦。哇，今天的题目算算计小算悬呢。对啊，一千三百八十六块，系对。所以咱往来对拢总开一千一百五十八块。哎，无超过。嗯，差两百外块。对啊，所以是袂歹，有机会，有机会。今麦就是爱看咱的四鬼队。哎，四鬼队明天咱喊你笑。那喊你笑，还是可能有较贵。对啊，有较贵。较贵好好，对，有是好。来看卖，这是啥？球棍呐，球棍呐，一百一，一百一，二一百一，再来，金蕉，金蕉，再几？八十八，八十八，八块，再来，水果，水果，什么水果？酸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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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几？八十八块，八十八块，好，来，给。一百二十三块，一百二十三块，哦，物件有较贵哦。两百豆腐，豆腐，豆腐啊，最近两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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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这只是啥物？狗，狗，狗，只狗啊，狗，这足重要诶，这绝对啊足贵哦，因为你村里物件拢足俗俗诶啊。嗯，狗啊，我最近。四百空八块，四百空八块，好，好佳哉！你有提这只，四百外块，重要诶。嗯，个豆腐嘛袂歹，豆腐两百块。对啊，咱来看卖哦，绝对无超过。阿哥刚有超过钱，一千一百外块比较贵。好，咱来看卖哦，四月队拢总赢偌侪钱？四月队拢总赢九百六十七块。阿哥不高，够差哦，差不多四百外块。哦，恭喜哦！我来对你提着三分，哎，卖多少分啊？拜起，拜起，拜起！这三分真好，你搁拼回来呢？对啊，你看卖放弃就对啦。好，恭喜！咱的王来对会使进行咱的奖学金挑战，共碰气，共碰气，限时三十秒，请去讲甲题目同款的台语拼音，那是失败。就爱跳入去球窟啦！今日的主题参加啊吼，诶，参加啊，其实真做搞笑的，所以我怪伊叫伊四卡鱼，对鱼嘛做搞笑的嘛，不过伊有四只卡，所以是海底上做搞做搞笑的，搁有卡四卡鱼。哎，无怪伊在游水时阵有一个笑的方法froggy 蛙式 froggy style， 蛙式伊的台语就是水鸡笑。哦，水鸡对，因为水鸡嘛是另外一个叫的方法啦。哎，水鸡就是你讲的参加啊，参加啊，加啊。四卡鱼，哎，冇做些其他的动物啊，比如说 doggy paddle， 狗爬式，高蛙鼠，嗯，高蛙鼠，有迄个蝶式，蝶式，对 ，butterfly， 蝶式就特别哦，你英语嘛，做 butterfly 对吧？但是伊的台语好做海底啊鼠，嘿，安尼咱今仔日就去今仔日煮茶好啊，好啊，水鸡鼠，水鸡鼠，水鸡鼠就三个字，好，
讲碰气真无简单哦，你干到30秒的时间，阿哥。水鸡手应该吹出来吧？对啊，好，加油加油！时间开始。水鸡手，水水伫倒，水水水，哎呦，着奖！水鸡手，鸡手剩20秒哦，这几年这几年，剩几滴哦？咻咻咻咻咻咻你去哇真的咻咻咻的贏了啊你去哇恭喜恭喜哇中學金就是你的恭喜今天阿君就是我們西瓜隊拜拜拜拜阿恭喜哦往來隊今天關關耶阿君已經3600塊耶要回去蒙一下今天台人真的弄很優秀還有表演給人看還有人骨頭人骨人骨骨人骨骨我今天覺得這個節目很趣味他們怎麼可以教我們新的弟兄也可以教我們怎麼分辨這個小港很港很港的名字要怎麼分對啊對啊所以要記得看這個節目喔往來是過三條